太喜欢我们新菜的特色都是大部分的这个菜是东北为主，泰国的东北为主，靠近那个柬埔寨那边，因为那边的菜大部分都是口味就是比较重，口味比较重，然后香料那些都是吃的比较重，有过酸过辣，然后呢鲜度也够。这次是我们鱼，都是加上冬粉，是换冬粉，有黄咖喱粉，一点点的黄姜粉，然后新鲜的黄姜，这些东西食材都是不同的详细，有的去腥，有的为了详细，汤的口感喝起来也比较顺。泰国人那边是蛮多人喜欢吃田鸡，在泰国就是吃韭菜，这道菜是口味有重，有过辣，香味有过重，找比较大只一点的田鸡，然后田鸡腿，田鸡腿先去剁一块一块，我们沾一点太白粉去炸，让它有一点金黄色，先放在旁边。如果我们要炒肉，有大蒜啊、小辣椒那个。木去炒，慢慢炒爆香，然后有香茅、南姜、柠檬叶，洋葱片那些，再去炒，再放葱段，一点点的九层塔，炒让它有点干度，然后这东西田鸡如果炒有点干，它比较香气比较够。如果你炒太湿，先吃不出来，然后它会吃起来会有田鸡的。会怎么讲？会怕的，怕那个田鸡的腥味。